一定可以成功找到自己的幸福。周是8月17日晚间9点，真情之家见证努力。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飆股俱乐部，我是顾德投顾总顾问唐树伟唐老师。好，今天814空军节，那昨天台北股市提早过空军节，那大跌，昨天200多点吓死人了。那今天呢，目睭八号金八号的名，最低啊涨6点，最高啊涨80点，收盘啊涨75点，10824点，主头高位都是红的。昨天啊惊死人啊，昨天啊很多人中风啊，昨天啊重挫，昨天的主跌啊，一如汤老师跟你讲的，就是被动元件。那今天的被动元件啊，可不可以买？我的妈妈告诉我，人多的地方还是不要去。那或许啊，或许你会觉得很手痒，那你为什么单恋一枝花呢？啊，没有买这个会死吗？啊，明明就空头走势，啊，你是不烂不？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你看那个融资，你看，什么叫融资？救急啊，来拼的人叫做融资，也就是说，他这一波下杀，很多人失去理性，借钱去拼了。那借钱去拼，那也就是很多人啊，很多的冤魂在里面，每个都想要反弹卖，反弹卖，最好大涨，大涨卖越凶啊，偏偏不涨。你看就是那个死样子，你看跌那么深，只弹这个样子啊。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的人啊，他永远听不懂啊。那我们都买那种的哈，那个散户不爱的啊，我们都买那个哈，之前人家吐口水的股票，进电脑哦。啊，今天莫名其妙不小心啊，真的不小心涨停板啊！我知道你也看不起它啊啊，就是钢铁股、传产股，煤炭短期啊，本益比低了啊，吐口水了啊！顾着投顾汤顺伟介绍传产股了，哎呀，想要收会员了，那不可能的事情了啊！介绍传产股哦，我打死不参加了啊！介绍 IC 设计，介绍被动元件，介绍主动元件 DRAM。赔钱没关系，死了没关系，那这个融资多杀多没关系，只要啊电子股就好，干不起来呢。大家出事入市来到台北股市，到底要的是什么？啊，差一档亮灯，我没讲吗？我今天才跟你讲吗？我放马后炮吗？花开啊，真的不同赏；花落啊，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去问一问，这个市场今年已经8月814了，今年啊被勾为鬼气啊！你看这个市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要赚钱，还是要凑热闹？啊，凑热闹就会去怎么满手被动元件？啊，凑热闹就是人家报纸看什么你就去买。如果看报纸可以大赚到大钱了。这个世界，这个市场啊，没有穷人。做股票很痛苦的，为什么？做股票一定是买的时候很痛苦。为什么很痛苦？大家出事入市来到台北股市，我先跟你谈所谓的一个观念的问题。不然我讲这么多都没有用，我们还是赚我们的，你们还是呢等解套。你为什么会成为主力的盘中孙、嘴边肉、囊中物？散户有一个坏毛病，就是赔不怕。啊，这个时候犯错，下次啊，叫花子过新年很爽的，下一次啊，好了伤疤你又忘了痛。做股票该怎么做？要怎么大赚？看报纸大赚，凑热闹大赚，一定是很冷门的时候嘛。你买的时候一定是很痛苦，因为它又是低档，低低的，低低的，很低档，没有人发现，所以那个叫做冷门股啊。讲的时候，大家市场不认同啊。也没有人会买啊，看到要吐口水啊！这种股票啊，去买的人啊叫做笑的，去买的人啊叫做戆囝，去买的人啊叫做念头。就像之前的钢铁股，你看，啊，全市场没有人讲钢铁股，还顾着投顾汤顺奎一直介绍钢铁股，中红、大成钢、
那头壳门槛啊，那个啊，要介绍 IC 设计、电子股、DRAM、被动元件，凑热闹没关系，因为为什么大家都追得很高兴，买得很高兴，因为它很热门，热门你知道不？报章、杂志、媒体、亲戚、朋友，什么幼稚园同学都在谈这种的股票啊，用力买就对了，而且买得很高兴啊，啊，法说会都利多啊。老板都说他只有一个前妻啊，卖完就没了啦。哦，他顾得头汤送鬼都不知道被动元件，他只有一个前妻的，卖完都不知道啊。那只是库存股啊，他成交了一天一万多张，库存股才实施几百张哎，那要干嘛？你是头壳冷坑哦。但是你追得很高兴，那我们都买那种钢铁股，被人家笑，现在呢？现在大家都打电话到顾头头怪，谭老师，那个大成钢可不可以追？你看很奇怪嘞。谭老师，中弘钢铁可不可以追？很奇怪嘞。每个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啊？又回到原点谈了。少年不是愁滋味，为赋新诗你强说愁。为什么你学不会，学不乖的啦？我希望你来找我的时候，你还有钱呢。不要找我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老师还满手被动元件，老师还砍得会痛，套牢不是病，跌起来要人命，这句话我一个半月前我就跟你讲，全省演讲会，我哪没说我汤中伟名字倒过来写，说不听，人看你不怕，鬼看你口口怕，满手被动元件，我跟你讲被动元件还没跌完、啊、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的人他永远听不懂。你现在一定干嘛？老师啊，希望他反弹，希望他涨停，希望我去拜托，我去拜文珠公哦，我希望他以后补天正地。现在大家都看好呢，大家都看好呢，人手一张呢，怎么一定要涨啊？来，我们解盘哦，你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的人，市场是残酷的，听得懂就听得懂哦，听不懂，反正我们一张都没有。来，那昨天够恐慌，一根长黑下来，叽叽哦哦等等啊，哦。那我跟你讲什么啊？我说有大钱赚哦，摄影师你动作快一点、哦、我说很恐慌，哎，老师啊，恐慌怎么会有大钱赚？就如同买股票是一样啊，没人要买的时候哦，你要敢买。那我也跟你讲过，我们要call买进买权，对不对？好，放大。那今天一根长黑之后，我昨天也跟你讲会在这地方止稳，大家有没有乖乖的？我说他会在这地方止稳，因为他杀过头了。那杀过头之后，那我也没画第二条线。我说他要准备反弹，回补第一个缺口。那我们后面啊，这个缺口我们有待时间波来验证。好，那重点来了，那今天长黑之后出现一个什么红十字棒，那要出现量缩，长黑之后出现量缩，那叫做多头阴阴线。那还记得我昨天跟你讲过吗？我要买进一个扣，那买进扣就代表什么？极力看多，还记得吗？这个地方。我也试验了实战，我们都玩实战，我们不打假球的，打假球没实力，只会解盘事后盘的分析师，他多如过江之鲫，还记得吗？我在这里买了一个买权，光这里到这里，光这里而已，哦、就赚了三倍，好、哦，全国投资有帮汤老师验证。好，那今天呢？今天我们按表操课，今天按表操课，我昨天就跟你预告，我说我要买进买权，我们不打假球的，既然如此，今天就按表操课。那收盘收70点，我买进台指0911000点的扣、哦、有图有真相，不打假球，有扣讯，有没有？台指0911000买权。那为什么买台指09呢？因为台指08他在明天要做一波的结算，结算完毕之后，他现在杀下来啊，他在做换仓的动作。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吗？还记得我跟你讲过这里吗？这里出现的时候，我说过未平仓出现变盘讯号，果然有疑虑嘛。果然有疑虑嘛，都是领先市场跟你谈的嘛，我不解释后盘的，你有做笔记的应该很清楚。那这一根长黑啊，它将又是另外一次创造财富的机会。那我你也看到我汤树奎带我会员又买进所谓的一个买权。那个股的部分，那还是要跟你讲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叫做多头阴阴线啊？为什么要做买权？这是小弟在下我写的书哦，来，葵花宝典。啊，重点在这里，学会技术分析，不用内线了、啊，也会赚到大钱。好，汤老师棋子50连胜就是这样来的。啊，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我写，不是抄来抄去啊。一根长黑跟今天一样啊、哦，出现一个小红棒，叫多头阴阴线。那这策略要怎么做呢？多头阴阴线，长线就跟昨天一样，长黑200多点之后小红 K，
小十字线组合为多头一线，多头准备要反攻，短线操作偏多，所以我买进买权，按表操课，轻轻松松。反正你等以后再来验证，验证验证验证。上一次你验证我操作赚三倍，那这次我们来看可以赚多少。那个股的部分我还是一样亦步亦趋，有的股票啊你可以去追，有的股票啊你不能去追。今天我买进进股，那后面应该怎么看？那今天啊综合又开始哦，又开始了，风云再起哦，很久没谈到它了。那狙击它这一波还记得吗？压回来，它是好的股票就不用怕。那这些股票我们都有待未来来做一波的验证，好的货啊，我的货好不好啊，有待时间来波来验证。那这一波的钢铁股在今天啊成为合力集群，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全台湾的股票全部死光光，每个都怪什么？怪土耳其，远在4000多里外的土耳其。但是你没办法告诉我汤宋奎，我一而再再三提醒你，你跟对人很重要。马有千里之行啊，无人他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无运啊，他不能自通。你唯有做最强的人，选对股票，不用管大盘。这句话能够做得到的人呢、啊，他如龙有几人呢、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做不到？那大盘跌成这样，吓死人啊！怎么可能有股票比天正跌？哎，过头头顾汤书奎说他是最强的人，真的还假的？他选对股票完全不鸟大盘，哎，不可能的代志啊！给我参加，不可能的代志啊！哎，被动元件大涨，大盘大涨，这样才会大涨啊！不可能会，这盘跌死人了，不可能会赚钱的、啊，对不对？哎，你讲的好像有道理哦。大盘跌啊，不可能股票会这样子嘛。但是我讲过，那个叫做功力，那个叫做专业，那我说了不算，对不对？我们都是实战的，不打假球的。固德投顾到底是不是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贴都没贴，金汤挂面，13.9叫你买，啊，贴都没贴，14.9，贴都没贴，还是贴都没贴。大盘呢？被动元件呢？电子股呢？啊？每个都杀声震天啊！跑步带杀声。今天呢？今天814空军节。今天的中弘钢铁呢？15.8，回首来时萧瑟路，13.9叫你买。今天15.8，啊，你的139万、158万、1390万、1580万。重点是大盘呢，上穷碧落下黄泉。电子股呢，被动元件呢，啊，每个都跌死人了。我汤书奎是不是泛泛之辈？我有没有做到啊？我有没有做到啊？我讲的股票不多呢，哎、欸，我不是讲一大堆，每个礼拜不一样，每天不一样，每个月不一样，解盘像月亮，你参加之后真的也是不一样。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股票跟大盘什么关系？跟土耳其什么关系？你说土耳其啊，这，但是你没办法解释啊，他为什么今天差一档亮灯，而且我贴都没贴，哎，我连贴都没贴，我没收你八仙钱呢，哎，有强无强弄破爱赔呢，你说要看实力，他老师啊，报一支我来看麦啊，皮胖子的话来参加，老师啊，你这报中弘钢铁敢未去？老师啊，你要报被动元件抢反弹吧？老师啊，被动元件大家很惨，应该会可以捡便宜哦，因为股价很便宜，这就是散户的罩门啊。我就是最担心你这个，因为它股价腰斩之后，股价变便宜啊，你会手痒，你会动得烦心。那但我讲过，还是那句老话，我妈妈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不然今天为什么没有半档被动元件涨停板，跌这么深呢？你还是等解套，你还是笑不出来啊，啊？你后面没有利多喽，历史创新高啦，前期只有一个啦，老板挂保证啦，还国际固产股啦，哎、欸，好像都没有利多进出了呢。啊，当气力用尽，当利多进出，后面啊，只有利空，没有利多。也就是说，它没有利空出现了、啊，它不会止稳。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的人啊，你就要接受市场残酷的考验。我们啊，我们都笨笨的，我们都买那个冷门股、钢铁股。啊，钢铁高，没人买，还传产股，传产股该起。啊，重点来了，放大，选对股票到底需不需要管大盘？需不需要？而且我公开介绍，贴都没贴，又是领先全市场。老师啊，好冷门啊，全市场没有人介绍钢铁股啦。哎呦，下戏下得啊，给我展开哦。要高科技，爱惜设计，
哎 ，DRAM 被动元件跌死了没关系，只要电子股就好，啊，传产股没去，啊，大盘安呢，啊，股票无可能安呢，你做股票偏死啊。去想一想，你为什么成为主力的盘中孙、嘴边肉、囊中物？他不是没有道理。说老师还梦到一档哎，哎，野人线铺运气好了，大成钢35.5块，我说减税的利多，37块了，39.4，39.1，39.5，40.4，43.4，无创新高，44.7。无去，老师啊，阿家还不卖哦，44.9，45.2，如入无人之境。去哪里嘞？814，48.6，让你看一下，老师啊，哦啊，你这个好像电子股很飙哦，下面电子股你看清楚哦。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亲爱的老师们，有重点来了，你会发现，哎，我主头高位我都没卡没，这个高难度的表演，你看大盘是怎样跌死人了，老师啊，要中风啊，啊，你的股票大成钢在哪里？如果我把他名字盖起来，老师啊，你点足够就搞标的哦，我要涨停亮灯喷出去了哦，大成钢拍谁哦？传产股，你到底要什么？你需要解什么盘啊？土耳其如何？川普如何？怪东怪西，少年不是愁滋味，未复青丝啊！你老是强说愁，你在这个市场为什么成为主力的盘中孙、嘴边这种囊中物，喜欢凑热闹？他不是没有道理。为什么我们还是轻轻松松，照样怎么样？数涨停板，老师啊，睡，老师啊，好口袋有长杆，老师啊，单股重压，老师啊，会费便宜，赚到钱的。就便宜了。为什么会涨？我也跟你讲，从波罗的海指数切入嘛，啊，他准备要怎么样走旺季题材？那为什么跟波罗的海有关系？啊，没有做笔记，难怪你不会赚钱。这是一场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财富重分配的生态。亲爱的老师们，有脚步跟紧，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一波我讲过，因为我之前在一个多月前我就跟你讲过主力啊。被动元件全部出光了，跑光光了。你看它利多进出，我汤中也不为所动，你就应该很清楚了。而且我也叫你跟你讲过，妈妈讲过，千万不要碰被动元件。一个半月，六月底全省演讲会，我讲，我哪波公话名字倒过来写，有来听的，你有来听演讲的，我有讲不？被动元件千万不要碰，打死不听。忠言啊，他绝对逆耳，我很清楚啦，你付出一个代价，但是我讲过。主力啊，早就跑光了，资金在做乾坤大挪移，那很多股票啊会被错杀，错杀的股票啊就是你要下手的地方。好，那等到被动元件继续杀，资金又出来了，那些不死心的人最后死心了，他才会回过头来买其他股票。好，那永永远远都是凑热闹了。那这档股票，它叫做接力赛跑，今年大成长，大转机，求你上车。去年还赔钱，今年开始大赚钱。主厨推荐，广告中的电话，我讲过，你只要有心，我会盖成这样，一定是千挑百选，百炼成钢，万中选一啊！你要想尽办法上车。哦，你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马有千里之行啊，无人不能自往，只有冲天之志，无运它不能自通。这档股票，想尽办法，主厨推荐，想尽办法上车。广告中的电话，如果很难拨啊，想尽办法拨通它。进一段广告，我们回到现场来。你干嘛啦？真正亚人亚人气嘞嘞！国安感冒药，对发烧头痛、流鼻水、脑痛、肌肉酸痛，真有效哦，一定要用。三个感冒，国安感冒药。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你做得到吗？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你知道吗？富德投顾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顾公司，网罗各界精英，标股千挑百选。
胜，卡丘爱有蓝 ，More Free 一节加强型迷你锭，给你多20%灵活舒畅，一天小锭，好吞咽。卡丘流量对塑料啪啪照 ，More Free 一节，用一节长爱意，祝福爸妈团结健康更有力。好干燥，好紧绷。洗脸后肌肤涩涩的吗？皂碱可能让肌肤水分流失。妮维雅超浓密泡沫洁面慕斯，零皂碱，含氨基酸，四重保湿精华，轻松锁水保湿，毛孔洁净，肌肤水嫩弹，浓泡泡高保湿，我的新喜感。先生你好，求有带身份证吗？我是谁？你不认识啊？我们要确认身份，请提供双证件。你好，我要开新转户。我们必须了解你的开户目的及性质。我要帮公司开户。我们需要贵公司的登记证明文件以及股权架构等资料。为了防堵诈骗或洗钱等犯罪行为，银行需了解客户背景。银行把关为你我，打击不法有保障。完美封漏，后漏终结新上市，革命性感应尾翼与时升起，完美贴合骨沟，终结后漏，不后漏何必怕回头？第二页放胆睡无所谓。哇，贵格把纽西兰打包起来，做成古天乐，骨片泡在黑醋栗汁中，好吃的不得了。贵格古天乐，来自纽西兰的早餐骨片。2018雅加达巨港亚运，看世达运英雄如何再战搏击。内资郭姓纯、杨俊翰率领中华战将力拼荣耀时刻，请锁定中视新闻亚运夺金 Go 系列报道。无色觉醒，十大主张，真道理性，真爱台湾。爱台湾就要让人民过好日子，锁定大政治大爆挂，无色觉醒，你觉醒了吗？这是一场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财富重分配的胜战，想尽办法。这个市场啊，想尽办法，机会多的是，不要单恋一枝花，做错股票没什么了不起，换绝对有机会，不换啊，你每天吃不下去，看不起，放不出，看我们吃迷你的话说，大盘涨到20000点，还是那句老话，不干你的事情，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的人啊，永远听不懂。那很多人啊，满手被动元件。唐老师满手被动元件的时候，你都不来，啊，80块我就不讲。那时候盖牌资生堂还记得吗？后来直接公开120，120，每天跟你讲，我大家咧在鬼贴的，哎，逐天跟你讲，一直到他火山爆发，一直到他火山爆发，啊，买回也跟你讲，我从120带你到多少钱？啊，满手被动元件的时候，你就是不来，啊，你说老师啊，那是解释后盘跌下来才在骂，300块的钱，我有跟你讲无？我有讲无？有嘴我讲话无烂，你就是不爱来，为什么？啊？不可能啊！老师啊，报章杂志写得很好啊。老师啊，叫人家不要追，只字不提，真的还假的？市场是残酷的，你再怎么碰，你怎么买，你是怎么赔？你越买越多啊，你只你落花有意啊，被动元件就是无情的、啊，可不可以买？那你要不要换？决定在你。那我们把被动元赚很多之后出来，对不对？你看我们最近都在做什么？因为很清楚，被动元大盘呢、啊，最近呢、啊，系统性风险杂音很多，又是选举的问题，美国也要选举了，所以我们都在干嘛？都在做短线，准备起飞，正要起飞，买完之后一根涨停出，不出的话拉回来。我们都开始，你看，我们操作是零，我该短线该长线。刚刚你看到被动元件，我们做长线的时候，你就是不来。打死不来，啊，很奇怪，剩一，看第一根，啊，一根半我们就跑，看到没有？都有追踪哦，你看有图有真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汤仲奎的人啊，都是亲戚朋友介绍，我扣讯就不看了，啊，亲戚朋友介绍，熟门熟路的股市饕客，出也跟你讲，不出的话拉回，连做三趟，剩一啊，你就是不来，你看短线部分，你看我们赚宝被动元件之后开始宝林附近。有没有赚一根就跑？我说我要买回来再出，你看扎扎实实将近2根停板放进口袋，睡不出的话跌停，
要会买，要会卖，这个才叫做操盘啊。该长线被动元件和生堂，我们死咬着不放。赚完之后，当大盘有开始有风险，我讲过，我当时我会带你做短线，像这样股票就波段，林鸿，光涨停就三根创新高，涨停，我也跟你讲风云再起，出买回来。为什么不在车上？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你说老师他盖牌还看不出实力，好，讲得好。老师他选对股票不可能不跟大盘没关系。中红13.9，14.9，今天的15.8，今天差一盏亮灯。换你来告诉我汤顺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眼睛被什么蒙蔽了？选对股票到底需不需要管大盘？为什么我们还是睡？为什么还是这么多的冤魂在等解套？去想一想这个道理。大成钢35块，你看一下，翻快一点，快没时间了。35块，今天两涨停，48.6，公开的，无赚就是你家己去弄病。股票该怎么做？这档股票啊，现在它很冷门，接力赛跑，主厨推荐，好，务必上车。现在你买很痛苦，因为它在低档，冲出去之后，一个月之后。那你现在要不要上车？啊，劝君啊，莫惜金缕玉；劝君啊，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明天见。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人家在用 4G 啊，你还在用 3G， 人都用 Whisby 啊，你还不买口味？时代在进步，口味买走在时代前段才不会被淘汰。嗯，未改变更下面哦。三九 Whisby 大家好起啦。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你做得到吗？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您知道吗？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网罗各界精英，내 피부처럼 진짜 완벽하게 라넷 레이어링 커버 쿠션 甲金特别报道，很多人有灰指甲都不理，但不处理只会更严重。灰甲青独家 Transactive 渗透技术，快速直达甲床，无需错甲，两周新生指甲光泽自然，照顾灰指甲，灰甲青。面对油腻，想赢得清爽痛快 ，Men's Bioré 全新肌净油洁颜泡，深层控油肌净。油腻 Game Over， 男人清爽决胜，全新肌净油洗颜系列革命诞生，我真行 Men's Bioré 极度爽快，洗净皂、沐浴巾，不清爽不可能 Men's Bioré。成功由你决定。他的房价 Hotels Come By 价，他的房价 Hotels Come By 价，找饭店当然先上 Hotels Come By。Hotels Come By。现代小白红热销大优惠，卡
安溪家只要万八块而已，搁送你三万公里免费。